莲花楼演员戏里戏外对比。是那一个瞬间，你们谁也别想碰他。就在江湖之上，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，谁不是守着纸伞的远隔天涯上月亮。就在江湖之上，少年轻狂，千杯不醉如惆怅，人间一趟如梦一场。我不入局，那就是最好的结局。明月已活，趁西海，北风何处催霸王。门主李商隐，这个世上呢，偏偏有些人只有我能救，只可惜我不想救。前日阴，今日果，躲不开的和不面对的，是不是你搞了鬼？